恨睡眠像 A 这样啊，开到一半出广告。你 Premier 买下去吧。哎，那个 ASMR 开盈利也是蛮狠的，你自己听一听，快睡着的时候，那广告跳出来，这个还蛮好笑的。而且那个台词有点好笑，你 ASMR 听听有没有跳出来 ？YouTube 旁边欢迎。